雪媚娘，这个是葡萄馅的。看这种馅料，以为是芋泥的，但它是葡萄味儿。哇，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动物奶油，我把这都给切开了，这个都是动物奶油的，超大个一个，120克一个。这个是桃子馅的，妈呀，太幸福了！里面能吃到桃子的果肉，水蜜桃。59米五个，顺丰包邮到家，放心买，都是动物奶油，吃起来不腻。我尝好了啊，刚才吃那个是草莓果酱的，